老师校长你好，我是林卓廷，我五岁，我喜欢跟姐姐一起玩积木同埋煮饭仔，因为我想帮妈妈手。放完后我会睇书，我喜欢睇三只小猪。During task suspension, I play fast task with Sherry Bot and join online task.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. 各位老师校长你好，我和我先生非常之认同你们学校的教育理念。我们觉得培育一个小朋友，不单止要发掘他们的兴趣，仲要令到佢哋可以慢慢探索思考，爱己爱人，关心社会上所有嘅事，令到佢哋有正確嘅价值观。我同爸爸眼见家姐喺德望小学度读好有进步，我哋好希望两姊妹可以一齐成长，互相帮助，将来成为一个充满爱心同埋希望嘅人。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，最重要的就是正面思考，每天都可以在学校开心地学习。多谢各位。